这边是海边的热炒店。上那个是抓墨鱼、章鱼，你可以喝啦，你不开车。啊，你没有开车，你可以喝。对呀、啊，我也不喝酒，我是啤酒没关系，啤酒可以喝。看起来是还不错。你讲这空心菜鱼的，安尼来种迄落诶温泉，安尼较大只哦，较大只较油。他看见美丽的波光，以为这九班哦，跟三峡白豹鸡这个比大多了。一只雏鸟张开翅膀，去拥抱第一束目光。从此后就交付。我也进了，也进了，谁进了？真的算是肉。那一刻起，目光再无法偏离。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生命的天地。你好，家宝。除你外，这个世界都了无音。好吗？新鲜吧，新鲜点不错，这算是季节。风筝用尽所有力量，这个小卷很新鲜，很好吃，风的去向很甜。它飞过三千里的光，这上面什么鱼？哦，石斑鱼，我也是真好吃，清蒸。水掀起沉默的浪，这个大只骨头较粗啦，带尾巴较大只，较定心，把所有的情意都倒映在心底，化成了一圈涟漪。而当我遇见你，遇见你，从那一刻起，目光再无法偏离。好心哦，好心哦，好心。